这是白熊山。妈妈说，这是一座一生气就会喷火的山。为了防止它生气，这里的冰雪终年不化。就像它的名字一样，在这个地方流传着一个关于白熊的故事。俺叫熊二，那个时候俺还很小。熊样，记住没？嗯，好了，俺们走。去哪儿呀？哎，熊大，去看看他们在干啥。不行呀，熊大，妈妈说过，妈妈说过，熊大，妈妈说过，不要靠近他们。不用担心，有俺在呢。不想看看他们吗？哦，等等俺，等等俺。伐木工，俺们家的树越来越少了。你们都是坏蛋，
坏蛋，我才不是坏蛋呢，我爸说了，伐木是为了建设家园。哼，你看你看，树砍光了，俺们都没地方住了，就是你们这些伐木工，害得俺们今年都搬了四次家了，四次呢。熊大是三次。我才不管你们搬了几次家呢，反正我爸说了，伐木工就是伟大。一点都不伟大。伟大伟大，一百个伟大。伟大不伟大，你们别吵了。就伟大就伟大。嘿，嘿，哎，嘿，嘿，耶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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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耶喂，把我的斧头给我，我还要砍树呢。哈哈，再和你说一次，俺们是熊，不是虎。哎，不要跑！不，看你敢不敢！站住！你这个臭熊！别跑，还我的小斧头！你们等等我呀！别跑！嗨，来呀！还我的小斧头！
快！强子，爸爸，没事吧？走开！伤到哪儿了？磕着碰着没啊？啊！强子，说话呀！小斧头，嘿嘿嘿，我没事儿，他们在和我玩呢。强子，熊是很危险的动物，以后可不能跟他们玩。可是，别可是了，快跟爸爸走。要是母熊来了，可就麻烦了。好险啊！你刚才跑哪儿去了？也不来帮帮俺、啊，熊大。俺刚刚看到了妈妈故事里的那只大白熊。你又做梦了吧？太阳到树顶了，俺们赶紧回去吧，妈妈要醒了。熊二，快走！哦。妈妈，妈妈，熊二是在说梦话呢。没说梦话，真的是妈妈找的那只大白熊吗？看，证据。哦，原来你真的不是在说梦话，你是被石头砸晕了。才不是呢。熊二，妈妈。熊大，你也过来。俺没欺负他。妈妈，俺真的看到他了。妈妈相信熊二。你们两个要不要听妈妈给你们讲个故事呀？好啊好啊，听妈妈讲故事喽。白熊山上啊，有个好大好大的湖，叫做白熊圣池，传说是白熊生活的地方。它在那儿守护着白熊山的秩序，让大地保持着生机。什么时候能好呀？自打遇上那白熊，他就好不了了。那是。
哎呀！毛毛，你倒是使点劲儿啊！哎呀，对不起啊，熊大，你看着点儿，真让人不省心。阿庆，咦，这鬼天气，这才几月份呢，就开始下雪了。哎呀，快拦住他！快拦住他！熊二怎么还没过来呢？熊大，小心呀！哎呀，完了完了完了！好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本王的火是姐姐，姐姐，你到底干了些什么呀？姐姐，奶奶，你收起来的果子啊，我都全靠他们了。不能救我！哎呀，这个熊二，你想把他们写上天书啊？哎呀，嘿！熊二，想到办法没有啊？熊二，你都变红了。姐姐，熊二，姐姐，哎，快把师兄扶下来！危险的，前面是悬崖！什么？我的脖子！姐姐，姐姐，孙儿！熊二，吉吉，来！熊大，果冻的果子都没事吧？我可怜的松果，我就剩下那么些萝卜了。哥几个大口整啊！哎，老铁小心，锅都抢来了。哎，这个老铁，我国镇最近两日将出现百年一遇的强降雪天气。据专家真舒服啊！这不是那伟大的防护工光头强吗？咋今儿没被那熊瞎子吓着裤子呀？看见没，老赵，我没说错吧？灾难就要来了，传说中的白熊一出现啊，火山就得爆发。切，又来了。哎，你们还别不信，臭小子，这山神一发怒啊，是山崩地裂，一个都不落。老赵，这故事讲多少年了？这个传说我们从小听到大，有谁见过呀？哟，是强子。你不是还天天说狗熊说话了？谁见过呀？老赵头，你别老赵头，说睡就睡了。我看见了，我看见了，岩浆，到处都是岩浆，山神真的发怒了。说的跟真的似的，这是报应，都是我们当年乱砍乱伐破坏白熊山的报应。看了人家那么多树，是谁都会生气。说的这也太邪乎了吧！传说中山神发怒的时候，又狰狞又恐怖，就跟我老赵一样。狰狞恐怖，跟你老赵一样。别笑了，别笑了，山神都听着咱们呢。你老说山神山神的，你有证据吗？我有证据，都瞅瞅，这就是他的照片。
真要应验了，一个都跑不了。老赵头，老赵头，哎，这个老赵头，每次都喝成这样。喂，谁呀？李老板。对对对，我在镇上呢，就等您电话了。车行是吧？我马上过去。香，真香啊！狗熊岭，我回来了。救我！救我！我才是抓住雪怪的大英雄。现在都轮到我当英雄了。请还给我吧，给。对不起，对不起了。李老板说的就是这儿了。我的乖乖。这车头的做工也太精致了吧，底盘看着也很扎实呀，瞧瞧这车屁股真是上档次。哇，这么大的显示屏好方便呐，这些都是我的。先生你好，欢迎光临本店，您可真有眼光啊，这可是本店最新款的越野车，现在拥有还免费送一年的护理哦。李老板也太大了，心动不如行动，只要你现在拥有这辆 SUV， 哪怕是狂风暴雪都是小菜一碟。好吧，就拿这辆了。好好好，感谢您的惠顾。现在是推广期，打完折是68。有没有搞错？怎么还收钱呢？不是李老板送的吗？是李老板的。您的车在那边。老先生，这就是您的车了，这是钥匙，您拿好。这不是吧？哎，李老板，怎么回事啊？说好欠我的工钱，怎么就抵辆破公交车呀？哎呀，我说卡子呀，咱们俩谁跟谁呀？这车便宜你了，排量大，不宽敞。这年头，咱有钱就是任性，追求的就是一个体面。是吧，强子？李老板，可是说了啊！服了！喂，这个你妈皮！我还以为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呢。什么情况？哎呀，糟了！你妈皮，你说说你，用公交车抵站也不抵个人家好的。真够倒霉的。嘿嘿，喂，有车，你们两个赶快上车了。搞定。螺丝钉子那子受伤，破车皮卡我来改装，没人帮忙那我就一件干。喂，你们是谁啊？怎么在我车上？这个箱子放上面了。哎，这就对了。哎呦，看镜头。好啊。哎，说你们呢，干嘛在我车上？靓仔就是你。我，哎，对对对，小一个。哇，好靓仔呀。对，你到底要干嘛？我这可不是公交车，赶紧下去。哦，我明白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办？不知道这一点点钱够不够搭便车了。够够够够够！请问土豪想去哪儿呀？狗熊岭了。没问题，马上送达。让车给我的萝卜，
大伙消消气，消消气啊！那个剩下的俺来想办法。你快点想啊！这么点怎么够吃啊？就是就是。还有啊，熊大，你这么护着他，迟早会害了我们大家的。哎，是是是是是，俺会看着他的。熊二，你躲得了初一，躲不过初二。慢走啊，各位。这一罐也只剩一点儿了，哎，这罐也不够啊。熊二，熊大爷，熊二，俺想跟你说说早上的事儿。俺知道那意味着啥吗？啊，哦，太好了。你先说。嗯，熊大，都怪俺，俺把大家的食物都弄丢了。当时，俺以为俺把车子固定好了，然后突然看到白色的熊就在帘子里，俺就往过跑。等一下，白色的熊，就你之前老提那个。熊大，就是他，他现在长大了，有这么大个。行，打住，熊二。别再提那头熊了，俺想听你说一说你自身的毛病。啥毛病？熊大，俺没毛病呀。哎，真的，熊大，肯定就是他。看到他头上的脚，俺就确定了。这么多年，俺做梦都想再见到他，所以他一出现，俺就认出来了，肯定就是他，绝对没有错。俺当时实在是太激动了，所以马上就冲了上去。可是没想到，就在这个时候，车子就滑走了，又错过了他。哎，熊大，熊大，你是不是不相信俺说的呀？哎呀，俺可没撒谎，俺说的都是真的呀。在哪儿呀？你看，熊大，就是这块石头。这块石头呀，就是从他的头上掉下来的。熊大，你听俺说，俺这次真的是够了。熊二，熊就该有个熊样。俺要保护森林，俺要保护大家，俺还要照顾好你。可是你除了会制造麻烦，你还会干啥？这些年俺一直给你机会，俺坚信你会改变，哪怕只是一点点的改变。可是你没有，选择了逃避，选择了为自己的过失找借口。你把一切都搞砸了。熊二，熊就该有个熊样，记住没？嗯。从他的头上掉了。干啥？你选择了逃避，选择了为自己的过失找借口，你把一切都搞砸了。熊二，要不要听妈妈给你们讲故事呀？
好啊好啊，听故事喽。妈妈，让本王逮到了！马毛跟上。是。呼啊！太冷了，一哆嗦就你穿这么少咋不冷呢？这你就不知道了吧。可好了，你还是去暖宝宝。暖宝宝干啥用的？这个嘛，贴在身上就会发热，你看我连肚皮上都贴了，厉害吧。这也行？厉害厉害。我们不是说来旅游的吗？怎么是来抓熊的？这你就不知道了吧。我们嗨，这什么呀？这是。哎呀，不要怕不要怕，是我了。我说靓仔，钱你已经收了，当好你的向导，其他就不要多问了。少说话多做事。光头强咋和这些奇奇怪怪的人在一起啊？事成之后还有好处了。难道他们是来抓熊大熊二的？哦，哎，有动静。要不要告诉熊大熊二？终于找到了，找到了，熊就在附近。跟我下。不，停，趴下。这是啥意思？干啥？我这到底是干啥呀？这可咋办呀？在找什么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哎，哎呀，这样不行了。来来来，用这个。快点给我上。你真的吗？没事没事，赶紧爬，他跑不掉了。哎呀，又干什么？老板，太勇了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熊！就是他！是你，大白熊！他好像不高兴。熊二，
奇奇国王怎么办？跟上。难道是？没错，我要抓的就是传说中的大白熊。别跑呀！哎，大白熊，大白熊，大白……哎呦！哎，大白熊，俺一定要找到你。这次俺再也不会把你弄丢了。在哪儿呀？应该就在这附近乱呢，是刚被破坏的，得赶紧找到熊二。奇奇国王，这里发生什么了？本王怎么知道？快跟上！哦，该咋靠近他呢？又来！
蜂蜜雪球起作用啦！俺是来帮你的。生气都那么可爱。哎，大熊熊，哎呦！大熊熊，大熊熊，你还记不记得俺呀？俺叫熊二，你叫啥呀？哎，没关系没关系，俺能再遇见你真是太开心了。呀，大熊熊，你吃不吃蜂蜜呀？蜂蜜很好吃的，要不要吃点呀？哎呀，就是这儿，就是这儿。俺就是从这儿掉下去的，然后俺就遇见了你。
说，你就是从天上来的，就像这颗流星一样，对不对呀，团子？熊大要是在这儿就好了。其实熊大对俺挺好的，自从妈妈走了以后，他就一直照顾俺，就像妈妈照顾俺一样。想到妈妈，俺就想哭。可是熊大老说，熊就要有个熊样。团子，你说熊样到底是啥样嘛？呀，睡着了。睡一觉。团子，晚安。哎，我说大宝，今儿个长成这么多呢，还不都赖你吧？拖我的后腿，害我把暖宝宝都丢了。这事咋能赖我呢？大马虎的空间里全是自拍照，哇塞，好难看呢。哎呀，还有人评论，这说的是发热的暖宝宝，好像我空间照片里也有。哦，后来为啥突然逃跑了呢？哎，那还用说，还不是因为我长得帅，把他给吓跑了呗。大马猴，老板，把衣服脱掉。老板，你要干嘛？啰嗦什么？阿狗，帮他。好嘞。哎呀，老板，老板，不要啊！让你带上。哦，我明白了。团子你，团子，团子，团子！哎，原来你在这儿呀！吓一跳！好好睡吧，团子。俺去给你弄早餐哈。毛毛，你竟然把熊大给跟丢了，你怎么做事的？鸡国王，我太饿了，眼睛花，就鸡国王，你怎么还有吃的？这个嘛，快看，是熊二。他这是怎么了？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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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，这么开心，看来秘密就在这边了。哎，怎么什么都没有？怎么回事？我们到了，有了这些装备，这次你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了。这下发了，发了，发了！出发！是。这个熊二，到底把东西藏哪儿了？怎么什么都没见着呢？到底在哪儿呀？国王，你有没有觉得有点奇怪呀？一层丝，冷飕飕的。毛毛，别乱说啊！谁？
奇怪，刚才后面好像有东西。够了，猴子喊大丈夫，什么都不要怕。可是真的好冷。你这么一说，还真的有点冷。奇奇怪怪，我怕。住嘴！什么声音？啊！哒哒哒哒哒哒！哎，不，难道是那天那帮坏蛋？不能让他们抓住团子，俺和你们拼了！小蛋，熊二，你干啥？不要过来！不要过来！不要过来！不要！奇奇国王，怎么样？好玩吧？真是太刺激了！这么好玩的大家伙，熊二居然想独吞，被本王发现了吧？毛毛。再来，快，再来！奇奇国王，他们是谁呀？一看就不是好人。看我的，熊熊超级热力弹！一起准备，二起准备，发射！没打中，怎么办事呢？这么近都打不中。奇奇国王，怎么跑吧？不要跑！想跑没那么容易。他们是什么人呢？不知道啊。还有我的。又没打中。关键时刻还得靠自己。你们两个快上啊！光头强，让他把钱开过来。是，糟了，我得赶紧去找熊大、熊二。哎，熊二，不，俺不回去，俺没撒谎。哎，团子，哎，熊二，团子，那、这，团子，团子，你在哪儿呀？团子，这是咋回事？团子，哎呀，不好了！快救救他！快救救他！发生啥事了？救救他呀！别急，慢慢说。大熊被抓了，还有毛毛跟大熊一起被抓了。啥大熊吗？你说啥呢？往这上去了。是大熊被抓了，大熊被抓了。等等，你说大熊？是啊。哎，熊二，哎，熊二呢？团子，不要怕，俺来了。哎，车轮印儿呢？这。咋就没了呀？哎，哎，请问，熊叔，哎，别跑呀！来人啊！哎呀，干嘛追呀？呀，这是，哎呀！肯定躲附近的，咱分头找。该我妹妹玩了，该我妹妹玩了，该我们了。哎呀！别哭了，熊在那儿了，晕他伤了，孩子。哎，跑哪儿去了？
总算甩掉了。死了！安静点，安静点。熊大，你再会，你自己到这儿来，知道有多危险吗？哎，不管，哎，要去救团子。哼，哎，回来呀，冷静点。你这样跑出去不是挨揍吗？哎呀，不管不管，团子是俺最好的朋友，俺一定要救他。够了，就知道哭。你知道他在哪儿吗？所以要去找吗？找找找，你咋找？熊大，他现在很危险，还不能再等了呀。可是这样你能找到吗？哎呀，熊大，你为啥就是不相信啊？熊大，熊二，不相信你是你总不让俺放心呐。可是你们给本王闭嘴！哎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唠唠叨叨的？你们还有没有同情心呢？琪琪，你咋了？毛毛也被抓了，你们知道吗？要是他有个三长两短，琪琪，谁来帮本王做家务啊？琪琪，那你有啥办法没？办法嘛，哭啊！那要看熊二肯不肯牺牲一下。哎，只要能救团子，俺做啥都行。嘿嘿，那就行了。见证奇迹的时刻，哎，来跟我念。我是条狗，哎，是条狗，我是条狗，哎，是条狗。好主意啊！把熊二催眠成狗去追踪。说好牺牲俺的，这奇迹咋自己变狗了呀？不过熊大，你说这样子能找着他俩吗？俺哪知道，俺又没变狗。熊大，难道垃圾里藏有坏人的线索？大如山，轻如纱，长有七角，炫彩斑。你唱的是什么呀？是守斋的赵爷爷教我的，我带你们去找他吧。我还没有充完能量呢，一会儿再补嘛。他们唱的歌，难道？哎，快来！快快快！琪琪又有新线索了。哎，这咋又翻垃圾桶啊？果然是猴改不了。毛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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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好了！这里是琪琪国王，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毛毛，你咋会在这儿？毛毛，你快告诉俺，那帮坏蛋把团子带哪儿去了？对了。我们得赶紧，他们已经上火车了。啥？这下糟了！多出来的香蕉不用找了，送给你。快让开！快让开！行动开始。琪琪，油够不够啊？这是混合动力，老省油了。妈妈，我们踩到你。是。我来送吃的。你放心，我不会伤害你的。你就是传说中的大白熊，老赵念了多少年的那个？你这脚长得还真奇怪，不会是假的吧？这么多年了，你终归落在我的手里，真是不容易啊。什么？那些人根本不懂你的价值，他们只知道乱砍乱伐，胡吹海吹，嘲笑别人的梦想。他们可想不到，今天我将成为真正的英雄，和这白熊山的救世主。而这所有的一切，都是因为抓到了你，传说中的山神。山神？脱毛的凤凰不如鸡。就算你是神兽，没了法力我一样治你。熊大，追上火车了。好嘞，按计划行事。没问题。舒服多了吧？啊？原来老赵说的都是真的。
看我把你拍下来，拍下来！他就是会带来灾难的山神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回事？老板，老板，老板，有情况了！有意思，去干掉他们！是。你好丞相，妈妈踩油门，好嘞，来吧，熊蛋，吉吉他们会不会有危险呀？放心吧，那可是吉吉，走，不，太刺激了，熊蛋哇，小小猫，再见了，我的爱车。熊二，快点！哎呀，熊二，团子，团子，团子，你别怕，俺来救你了，俺马上。哎呀哎呀！熊二，熊二，他们是来救山神的。去年熊还开飞机的。熊，想要救他，可得用这个哦。对呀，过来拿呀。熊蛋，咋办呀？紧急行事。还真有会说话的乡亲们 ，Ladies and 乡亲们，感谢乘坐本趟梦幻号列车，吉吉国王为您服务。请大家坐好扶稳了，刺激之旅开启。搞错了，再来。熊二，抢啊！别让他们拿到手机。你快拿回来！拿到了。救命啊！Hehehehe
谁看到车上那白色大怪物了呀？耶，兄弟，哇，好美呀！车还能飞！是啊，找上老少，你说的这事也太邪乎了吧！我老赵啥时候说过瞎话呀？到时候这里必将是一片火海。老赵，那可咋整啊？传说中将有一个英雄，驾着七彩祥云前来拯救大火。说得好，英雄。哎，我说老赵头，那英雄在哪呀？你这个嘛，英雄在此。那谁呀？这个世界从来就没有什么英雄。大家快看这儿，他是最好的朋友团子。哎，团子团子，这个是熊大，还有，他叫光头强，就是那个伟大的伐木工。至于他俩嘛，够了，我们早就认识了。哎，一高兴忘了。团子，团子，哎呀，怎么回事啊？这哪儿啊？哎，团子，哎，团子，哎呀，你咋变小了呀你？咋回事？团子咋这么虚弱？这是那些坏蛋的武器。他好像很痛苦啊。他在压制着怒火。这怒火会毁灭这儿的一切。你说谁？光头强，你把话讲清楚，不许你污蔑团子。你们看，这是刚才火车上拍到的团子。其实团子是白蜀山的山神，就是我从小到大听镇上老赵说的那个山神。山神，山神一旦发怒，火山必将爆发，大地生灵涂炭，白蜀山再无明日。这一切都是你过分打罚，破坏白蜀山的后果。是这样的，团子，这不是这样的。不，传说不是这样的，不是。妈妈的故事里没讲这些。熊二，团子，哎呦！团子，这石头，你快告诉俺，这个石头干啥用的呀？那是白熊山？难道团子要回白熊山上去？妈妈说，
那是让大地恢复生机的地方，也是老赵口中的不祥之地。团子，团子，你不要走。他这是要……熊二，你要干啥去？熊二，哎，熊二，熊大。看见了，他会死的。俺要去陪着他。熊二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我看还是自求多福吧。我听老人言是吃亏在眼前呢。你们这些个外乡人呢，有去无回。别冲出来了，这一路叨叨叨几百回了，咱们咋弄？老板，你这招真绝，一下拉来这么多人。洒洒水啦。他们不是想要一个英雄吗？我就给他们一个英雄。哎呀，老板英明啊，有了这么多人，这下他绝对跑不掉了。回去呀！哎呀，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开不了了，前面没路了，大伙下车啊！啊，他们追过来了！大家拿好武器，准备上山！上山！这可是白熊山呢！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这次如果不抓住他，将来后患无穷！不好，熊他们有危险，这可怎么办呢？算了，就留在这儿了。快跟上啊！别走链子。我去，真冷啊！这光头强要是不走，做个飞行器，咱们就不用走那么累了。吉吉妈妈，谢谢你们。还是熊大辛苦，我就是个打酱油的。女巫王，快看，看那边。啊。受伤吧，啊！这只是梦里出现的石头，好大的石头啊！团子，你是不是累了？咋停下了？这是
咋回事？发生什么了？抓！抓！也有，抓住他们！快围起来！放！他！熊二，你咋了？熊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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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还记不记得俺呀？俺叫熊二，俺以后就叫你团子吧。啊！自讨苦吃。其实就是白熊的眼泪，只有它能唤回白熊山神善良的本性。
让白熊山免遭生灵涂炭。妈妈，俺明白了。接下来咱啥计划？熊蛋，快！俺要把石头送到团子头上去。好，郭东强，收到。把石头还给团子，才度过这次灾难。这是团子最后的机会。他们要干嘛？别拽了！熊二，准备好了吗？来吧，熊二，光头强，够了，来不了，吧，熊二，加油，想你的熊样。哈哈哈哈哈哟。
了吗？浩瀚星空里，妈妈，只剩你的背影。妈妈，银河一梦结成冰，妈妈，划过泪滴，想象能回到过去，终会存在我心底。虽然逃避，它消失在梦里。日出的幻境，再次感觉到你，风送来你的呼吸，月色倒映着清晰。原来你从未离去，默默守护在这里，无声无息，如影随形。我不再迷茫，思念是唯一的行囊。满天的星光，有一颗是你的愿望。前方的路不再孤单漫长，天空下你我不再守望，轻声的唱，在我身旁。啥团子呀？哎，你没事吧？来，快起来！还愣着干啥？苏二，苏三，你咋的了？不要走！好，不走！哎，苏二，别哭吧，你看看你，熊就要有个熊样。哎，苏二，别以为你哭就不用干活了，赶紧过来帮忙。思念是唯一的信号，大家准备出发啦！满天的星光，有一颗是你的愿望。前方的路不再孤单漫长，天空下你我不再守望，轻声的唱，来在我身旁。我不再迷茫，思念是唯一的信号。满天的星空，有一颗是你的愿望。坐了这么一个大飞机车来，路不再孤单漫长。天空下你我不再守望。小时候，你还天天吵着要抓大熊呢。哎，你也别看书了，跟我保护动物吧。哎，考虑考虑。妈妈妈妈，俺还想听你讲故事。好啊，熊儿。很久很久以前。大地上矗立着一座美丽的雪山，它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了安宁与富饶。但是很多年后，贪婪的人类开始毫无节制地向大自然索取，他们抽干了河水，砍伐了树木，猎杀小动物。终于，雪山震怒了，岩浆喷涌而出，天空狂风大作。各大地都在颤抖，在危难关头，一只白熊挺身而出，它成功地平息了雪山的愤怒，冰雪再次降临，熄灭了烈焰，凝固了岩浆，河水重新流淌，大地又恢复了生机盎然的模样。妈妈，那后来呢？后来呀，白熊却再也没有出现过。人们为了怀念它，从此就把这里叫做白熊山。OK, ready? Go.